Allah Roh Kudus, jamah hatiku dengan urapanmu.亲爱的会友们，大家平安。无论您在何处，就算这些崇拜是通过线上的，但我相信以饥渴的心你会得到喜乐和新的胜利。在这次崇拜有些事项你需要注意。首先，沙龙玫瑰教会渴望能与你保持联系，因此我们提供线上服事，包括第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第二参加小组，第三祷告需求，第四见证，第五受洗。若你需要以上任何的服事，请你到 gms.church/connect 查询。接着会友们能通过屏幕上的账号基于你们的奉献。你要记住，奉献是崇拜的一部分。最后别忘点赞分享和订阅 GMS Church YouTube， 好让会友们能及时收到我们教会最新的信息。今天的报告到此为止。来，我们开始之前先祷告。神，感谢你，我们为新的日子感谢你。我们相信神，若我们的心充满了饥渴，我们相信我们会得满足，我们得坚固，我们也会得到新的力量。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祷告，哈利路亚，阿们。崇拜愉快。Orang yang suka memuji akan kuat roh doanya. Orang yang berdoa pasti berakhir memuji. Karena Allah bertata di atas pujian. Siapa memuji, Allah mengatasi hidupnya. The year of praise, tahun pujian menjadi sebuah petualangan yang tiada dua. Menjadi sebuah pelajaran hidup yang langsung dari Kristus. Menjadi sebuah pengalaman yang indah. Waktu kita memuji Tuhan, seluruh kerajaan itu berdiri di sampingmu. Waktu kita memuji seluruh kerajaan Allah, dan kereta-keretanya yang tidak kelihatan berkuda dan berapi-api itu berada di kanan kiri. Semakin fisik kita lemah, roh kita semakin memuji Tuhan. Semakin jasmani kita terbatas, semakin rohani kita tidak boleh dibatasi. Welcome to the year of praise and provision. Mari kita mengizinkan Tuhan merajut rancangan yang belum pernah kita bayangkan.我赞美你的名，我为你歌唱，你是我坚固的高台，永恒之神。你的话语是是与阿们，充满了大能，我绝不犹豫，全信的相信。阿利路亚，阿
阿肋路亚，我在你里面欢乐。阿肋路亚，阿肋路亚，我在你里面跳舞。因着你的肝，你的杖，指引我的道路。哈利路亚，我充满喜乐。我赞美你的名，我为你歌唱。坚固的高台，永恒之神，你的话语是与阿们，充满了大能，我绝不再犹豫，相信，全心的相信。阿肋路亚，阿肋路亚，我在你里面欢乐。阿肋路亚，阿肋路亚，我在你里面跳着舞。因为你的肝，儿女的杖，指引我的道路。阿肋路亚，我充满喜乐。与阿们，是与阿们，是与阿们，你的大能，你的话语，你的爱，是与阿们。神，感谢你，以你的喜乐充满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同在里得平安。你的同在充满着我的心，我渴望看见你的容面，哦主，就在你的圣洁里，带着我更进到你的心里。
我渴望聆听你的话语，哦主，就在你的圣界里，就在此刻，我感受到你的爱，你圣洁的美妙充满着我的心，让我住在你的同在里，我举起我的手献上感恩与敬拜你，用你的爱充满着我的心，让我住在你的同在里。你的同在充满着我的心，我渴望仰望着你的容面，哦主，住在你的圣界里，带着我，神带着我们更接近你的心，我渴望聆听你的声音，哦主，就在你的圣界里，就在此刻，我感受到你的爱和你圣洁的美妙，用你的爱充满着我，哦主，让我住在你的同在里，神，我们仰望你的容面，我举起我的手，我献上感恩，我敬拜你，用你的爱充满着我的心，让我住在你的同在里。举起我们的双手，主，我们感受到你的爱，
哈利路亚，用你的爱充满着我们，充满着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要与你同在，我们要亲近你，在你的圣洁里。哈利路亚。我们要住在你的同在里，我们要安静地住在你的同在里，在你的同在里有喜乐，有平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感受到你的爱，你的圣洁何其美妙，用你的爱充满着我，让我住在你的同在里。我举起双手，我献上感恩，我敬拜你，用你的爱充满着我，让我住在你的同在里。主，我爱慕你，你唯一我所需。当我见你的容面，我的生命被改变。我渴慕你，渴慕你的同在，哦主。我想亲近你，那是我心所渴望。亲爱圣灵，我爱慕你，让我与你面对面。亲爱圣灵，我爱你，让我与你面对面。爱慕你，亲爱圣灵，让我与你面对面。
让我与你面对面。朋友们，大家平安，你们都好吗？我希望你们一切安好。你要记得，耶稣基督一直爱你，教会一直爱你，我也一直爱你。我们一直祷告，让沙龙每个教会所有的会友们，更是耶稣基督所有的羊群，都被神呵护，被神保护。感谢主。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关于更伟大的事。我给这个主题就说许多机会来做伟大之事。来，我们先祷告。主耶稣，感谢你睁开我们的眼睛，来看到你话语里的奇妙之事，也看到你在我们生命里的作为，让我们参与在其中，参与在你这个末代世界所做的一切，让耶稣基督的荣耀，让这个世界透过我们的生命知道耶稣是活着。感谢主，把你的仆人藏在你的十字架背后，给我们一个门徒的耳朵来聆听你今天要跟我们所说的话。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来，我们先说这个主题，你要记下来，许多机会来做伟大之事，标杆人生，许多机会来做伟大之事，标杆人生。一个生命呢，是有属神的目的，一个生命是有耶稣基督的深呼吸被推动的。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有目的的。来，我要问你们，我们知道吗？为什么神创造我们？当然，很多人会说，是为了与他相交，为了他的荣耀。可是你真正感受到吗？当我们说出那些话呢？我们是否，你的心里是否真的相信？我祷告，你听这个讲道之后，你的心会被坚固。我在问你，为什么今天活着？是为了进入这个世界的问题，好像疫情或者战争呢？我们能不能找到我们的角色？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代？为什么我们活在现在这个世界里边？为什么我们没有活在那个门徒的时代，或者在1800年的时候？有没有默想过这件事情呢？来，我们跟保罗学习，我们就看格林多前书第16章第5到第14节，格林多前书第16章第5到第14节。这在我们的圣经呢，有它的主题是保罗的行程。我们要学习保罗是什么原理的人，可是他不自以为是。来，我们看第5节。我现在正要路过马其顿，过了马其顿，我就会到你们那里去。我也许会和你们同住一些时候，甚至和你们一同过冬。这样我无论到哪里，你们都可以给我送行。来，我们再读第5到第6节。我们看保罗呢，我刚才跟你们说，他是有计划的人，深谋远虑的人。他很肯定说，我会来，我就会到你们那里去。那个时代呢，想去哪儿不像今天那么容易。以前呢，步行的，或者是我们可以骑驴或者骑马，那也是不简单的。有时候是动物呢，我们没办法去预料到会发生什么，或者坐船也会沉船，因为他们没有如今的技术，也没有如今的科技。可是保罗呢，一旦下了决心，他一定会做到。
这个人他已经做了计划，他一定会跟进这个计划。他已经下了决心呢，他说我现在正要路过马其顿，过了马其顿我就会到你们那里去。他说因为我一定会经过马其顿。如果我们还没有说到关于奇妙知识之前，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计划的人。腓力牧师，我们不是要降服于神吗？可是神没有叫我们没有做计划，我们要所做的一切是要降服于他。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你们的计划要把它托于神，神会祝福你，把你的所做的一切呢降服于他，那你的计划就会成就。我们一定要有计划的，要有好的计划，好像保罗一样，他不但有好的计划，他也有决心，他是很坚毅的，他有意志，有决心。就好像要上大学的人，他还没上大学之前呢，他说我要学这门科系，他没有犹豫说上了一两个学期然后转学或者转别的科系。如果人开车这样转来转去会撞车的。我要学本科或者读研究所或者读博士，我一定会读到完。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个决心，我一定会读到完，读到毕业，我们不会轻易放弃。要做伟大的事呢，你在你的心里面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你在你心里面要有一个决心的，他是要很专心的，就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一定，我过了马其顿就会到你们那里去。保罗去腓立比不是有一个很有意向吗？有人跟他挥挥手，不是说再见，可是叫他来帮他帮助我们。可是他来到那边之后呢，他没有看到一群，他只是看到一群妇女，在郊外的一群妇女，就是在城外的，他看到是律地亚，还有一群妇女。他在异象所看见的那些先生们到底在哪里？没有。可是他要在马其顿传福音，他要带领人认识耶稣。他看到的不只是不像他的那个异象，可是他到底还会做到？他连见到一个被乌龟附着的婢女，他是因为他的主人要发大财，所以就请占卜的人。所以这个保罗呢，他的人生就是很起伏，还要下狱的。可是他看到他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他已经下决心了，他没有放弃的余地。神呢可以在这种人的身上能够做伟大的事。他的人生的起伏，他下狱，他都没有放弃，他牢牢抓住他的使命，他牢牢抓住神的应许。本来是一个灾难，他下狱了，可是就变成一个祝福。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有记载，御史和他的全家人都得救了。在圣经没有记载其他的犯人呢，看到那些奇妙之事，他们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就得救呢？被神触摸呢？肯定有的。如果你读我抹过了马其顿，我就会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学到一件事，机会有时候是没有的，机会是我们要一起制造，一定要自己制造的。因为有些人下定决心要达到神的使命，神的目的，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你活着在这个时代。如果你不知道，你进到神的同在里面问神，
神可能没有直接跟你说话，可是神会照亮你的心，让我们知道不只是一个理论或者一个普通的答案，可是我们完全会记得，全心的知道。可能我们没办法用言语去表达，可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就告诉你，疫情过之后我一定会效法耶稣，我一定要变成祝福，我的婚姻，我的家庭会变成祝福，我的服事会有结果子，我会带领一个人认识耶稣，也是我的家人也是一样，我要带领他们认识耶稣，我不再延迟了。就保罗说，我会过了马其顿，我就会到你们那里。所以你要有一个计划，然后有一个决心，你说相信那是耶稣给你的目的，可是你也要有一个计划。当然人类的计划是有限度的，我们当然有一个计划呢，我们可是我们生命里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控制的，甚至会有我们所发生伟大的事情是因为神的计划，不是他们的计划。我的人生也是一样，很多事情在我的身上发生让我不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神的计划，不是我当初的计划。所以第六节他说，我也许会和你们同住一些时候，甚至和你们一同过冬，这样我无论要到哪里去，你们都可以给我送行。为什么第五节他好像非常肯定，第六节他好像很犹豫？他说也许，然后他说也许我会跟你们同住一些日子，甚至和你们一同过冬。所以这里在印尼文的版本有说也许这样，也许那样，两次也许，不是说保罗是不肯定，可是他对圣灵的带领非常敏感，他要留这个空间让神可以参与，让神可以插手。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世上行走的时候，他是要让人复活或者医治别人。然后有一个他走的时候，有一个妇女患了12年的血络病，他这样就碰着他的外袍就得医治了。你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也是跟着圣灵的带领走的。他在这个世上所做的，他所做伟大的奇妙的神迹，就是发生在他的计划以外的。我们的计划呢，我们的人生呢，好像有些事情发生是好像是巧合，可是我们知道有幕后有操控者。我们生命的一些插曲呢，就好像这个患12年血络病的妇女，但我们没有办法去意想不到的那些行程，我们会遇到那些盲人。巴多罗麦他的眼睛就被神医治了。在这个圣经里面呢，福音里面有讲过很多故事，神从这里到哪一个地，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他的心情就改变了，然后发生他没有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然后那个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所记载的那不可思议的事情，连神的儿子也是经历神的干涉、神的干预，何况是我们呢？我们也要留着空间为神干预的。第六节说，保罗说，我也许会和你们同住一些事，甚至和你们一同过冬。换句话说，如果神应许，如果神应允了，
如果神应允，要一直这样说，我要从这个城市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若神应允的，如果神许可，如果神应允，如果蒙神的悦纳，我一定要从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那就是神的话语这样说的，对不对？一定要留着空间。伟大之事不完全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大部分我们的计划都是一个很一般很普通的，可是我们眼睛为看见的，耳朵为听见的，我们从来未曾想过的，或者未曾敢祷告过，那就是我们预料不到的伟大之事。第七节，我不愿意只是顺路见见你们，主若许可，我盼望。这个保罗呢，跟格林多的会友们在说，他 很想念他们。他说他不只是想要路过或者顺路，他想要跟他们同住一个时期。为什么保罗这样做？因为他相信人。其实哥林多人呢是不可信的，他们滥用圣灵的恩赐，他们也不太尊敬保罗。可是保罗如果跟人有交际的话，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把那个人的潜力显现出来。如果有人可以相信别人，可以让其他人显示出来他们的潜意力，这个人能够做伟大的事。因为神的知识呢，神的伟大知识就是人类。我们发挥我们的才干呢，以为我们是自己的能力，不是，是在说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可以管理我们人际关系呢，甚至跟那些我们很难去爱的人，很难跟他一起合作的人，我们可以把他培养出来的。我相信在你所努力的背后有一个伟大的事情，更大的事情将发生，会有一个从神而来的恩赐，包括你的敌人。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去饶恕他们，如何去为我们的敌人祷告，会有另外一个恩赐给你们。帖摩帖，朋友互相切磋，你要跟保罗学习，我们要效法他。第八节，不过我要在以弗所住到五旬节，因为这里又宽大又有国校的门为我开了，同时反对的人也很多，保罗也有很多反对他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在每一个计划的背后一定会有人反对。神给我们的机会呢，一定会有一些人反对。我们所有的机会背后一定有人站起来反对我们。所以如果有人不喜欢我们，你们不要绝望。只要我们知道不是因为我们作恶，我们如果结果子，那些人不喜欢我们，我们不需要去辩护自己，那我们就要检讨自己。可是如果没有什么问题，那就把他们交付于神吧。可能他们是妒忌，那没关系，算了，就当做一个喜乐吧。如果我结果子，然后别人就嫉妒的话，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像你那样，他们没办法做，然后他们就人格攻击，没关系，就为他们祷告吧。不要让你失去喜乐，为什么要失去你的平安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成功结果子，被神使用，被圣灵充满的，一定经过这样的反对，保罗也不例外。因为这里又有宽大又有国校的门为我开了，
同时反对的人也很多。第八，他说不过我要在以弗所住到五旬节。以弗所在以弗所他住在大概三年呢。你可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看到他的故事。保罗在以弗所所做的很多事情，如果你们看你他见到约翰世袭的十二个门徒，他们不太认识耶稣，他们知道救恩是关于这个法律，就知道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那样，他们没有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他们是义人。保罗见到他们，他们都充满了圣灵，那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圣灵是谁，他们被圣灵充满着。然后在以弗所他在两年之间呢，他就把那些门徒，他的门徒不知道有多少个，我们不知道确定多少，可是把他那些人搬到这个推拉努学院，从来没有像他那样的使徒就开着在学院去讲道。一般他们会在会堂或者犹太人的会堂讲到，可是这个就把所有人带到学院里面，就好像上大学一样，从来没发生过，在以弗所发生伟大的事情。然后我们也知道关于士基瓦的儿子，他们好像就觉得保罗是很酷，就模仿他，可是那些邪灵恶灵就虐待他们，这个七个十七万的儿子就这样跑掉了。可是因为这件事情，保罗的名就更有名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透过他的手帕，神也可以使用他的手帕。然后还有蒂米都，他只要他可以赚钱没关系，他不管别人的死活。然后就保罗被虐待，凡是在以弗所书保罗所经历的是何其奇妙，可是他在第八节他就这样做个结论，不过我要在以弗所住到五旬节，至少我要在这里住到五旬节。因为他告诉这个理由，就是因为这里又宽大又有过效的门，所以对神这些开路的门就是敏感一些。我们要知道分别，我们要察验，不是每一个机会是从神而来。有人说哦，有机会，不是每一个机会是从神而来，也是服事的邀约，也是不是因为有人邀约那一定要去。如果有人邀约我，我说等一下我先祷告，或者我跟我的团队先讨论一下，一切要查验的，不然我们就要像这个约书亚一样，他就被欺骗人，被作弄，他们被欺骗了，他们就跟这个约书亚跟以色列人盟约了。其实这些人是要神，其实要把他们消灭掉。你们不要以为所有的门被开着是从神而来，不一定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也是如此，他看到有开着的门他就马上进去，他知道从一开始他有他的计划，他什么原理的人，他每一步会说如果神许可，如果神盟约的话，他做两三步，不是说两三天，可能说从一个地方，从一件事情到另一件事情，他需求神，他想要更亲近神，然后就在寻求他的他被照亮。
可能他看到十个门，有七个门是被开着，他知道不是七个门他就一定要去，他一定要分别，他一定要查验。即便如此，有些人说神叫我去，神叫我去，可是神从来没有开路。这个门是也是可以分别神有没有应许。有的人是一直固执说我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其实神没有应允他。要等到何时呢？等到我们失去一切呢？有的人是很固执，好像赌博一样，已经输了还是要一直赌一直赌。一时可能这一次我会赢，可能这一次我会赢，他就破产了，他孩子大学学费全部也赔光了，输光了。有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不是神的时机，你就要离开。可是我也不是在说如果门关着你就放弃，不是，迟早那扇门一定会被开着。我知道关着门然后就马上说这个不是从神而来，那些人是不经过考验的，那些人是没有奋斗力的。反过来说，有些人神已经指定给他说这个门不会开着，他一直闯进去，就好像一头驴一直走，一直撞，一直闯。要怎么分别？没有理论，是我们要一定要亲近神，我们要查验。有些门是关着，可是不久他会开着，因为神有这个指引。可是有些是关着，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灵说不，不是这个。以弗所他保罗是这样，在以弗所他一直固执这样，可是他要进到亚细亚的时候，他知道当圣灵拒绝他去，他知道他不是这个，不是他该去的地方，不是他的领域，不是他服事的地方。如何分别呢？我们如何可以接受我们没办法改变的，或者如何能改变我们所能改变的是什么？说是神的智慧，我们不能透过讲道教你们。可是这个讲道只是要给你们一个启发，是哪一种是你要去哪里，你要自己亲历，自己亲自去进神的同在里面去找到这个答案。第八节，不过我要在以弗所书住在五旬节，因为在这里又宽大又有果效的门为我们开着，同时反对的人也有很多。昨晚呢，我有做个梦，我在一个城市，就是在泗水，然后我看到有很多开发商，从各地的开发商，然后我在介绍我的这个城市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说这个城市很好的，大家就开始投资，就开始发展出来，把这个城市变成非常漂亮，非常变成很华丽的。然后我从这个开发商我就转头看到一个教会，有几千个几万个年轻人为神赞美神跳舞跳着，也看到儿童很多人赞美神的。这个城市不仅仅有肉体里的潜力的，可是有属神的潜意能力。所以我就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知道神想要我一直在某一个城市服事，因为有伟大之事，有重要的事在等待。不要只是在留在一个地方，或者留在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求向神求一个预言，是为自己求的。为什么你要留在这个城市？可能在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服事，尤其呢，你能够在那个地方成为
耶稣的见证人，你就问神，问神为什么你把我放在这个地方，可能你那个是你出生的地方，或者你搬到别的地方，为什么 我要在这里。有的人，有的印尼人现在在欧洲，有的人在韩国，在日本。神告诉我你的预言，我为何就好像保罗，我能够看到很多机会，做很多伟大之事、重要之事。你要神求告一个预言，预言呢不是为了我们，只是为了很自豪，然后觉得哇我非常敏感，或者为了找到配偶，哦你是我的对象，耶稣说你是我的对象，不是这样。可是预言呢，其实如果你有一个对的动机呢，那是一个很荣耀的事。你要亲自抓住这个预言，可能没有说神这样说的，或者神直接从先知跟你说，或者你亲自听见，不是这样。可是你好像是在照亮你的心，你就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城市里面，你要求告这样的预言的灵。耶稣的灵就是预言的灵，因为耶稣呢，预言的灵就是 耶稣在我们生命里的一个见证。你要求告神，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不需要一个很了不起的那种事情，不需要。可是你要默默在心里面，进到神的同在里面，你要期待神告诉你，为什么你要在留在这个城市里。为什么在这个国家？神，这个保罗说，我一定要在以弗所书住到五旬节，我一定要在以弗所住到五旬节，就算反对的人也很多。第十个，如果提摩太来了，你们务要使他在你们那里不会惧怕，因为他像我一样是做主的工作，所以谁也不要小看他。你们要送他平平安安的前行，使他到我这里来，因为我正在等着他们和弟兄们一同来。保罗说提摩太要来到你那里，就让他在你们那里不要惧怕。那我可以做一个结论，格林多人其实他们不是很友善的，可能他们是大城市的，就对别人是不理不睬的，好像小看人，可能那种人看到从头到尾那种，然后就藐视别人，可能是那些大城市，好像在纽约的那种人。保罗说，如果提摩太来的，你在你们那里就不要使他不要惧怕。因为他像我一样做主的工作，所以不要轻看他。其实在提摩太书籍里边，保罗说不要别人轻看你，只要你从你的行为、你的态度去证明，让别人知道你是不一样的。可是在另一个方面，他们跟会友们说不要让他惧怕。可是在提摩太他就跟说，儿子，你不要轻看自己。你看他真的非常棒，从一个角度他就在预备着，另外一个角度他就在纠正。你们要送他平平安安的前行，所以他现在来是为了找我的，我是等他。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说，保罗胜出那些伟大之事，他是神的仆人，他是做一些摆留那些岛上的守灵，或者有一些企业家，好像拜基拉和亚居拉，有不同的人是在他的书籍里面有提到的。为什么呢？
神的祝福如何那么庞大的留在他身上，他是伟大的事，然后他生出那些也是伟大的人。他如果说使徒呢，使徒当中他的影响力是最大的，那个时代没有飞机，没有手机，他把福音传到最远的地方是保罗，不是彼得，甚至可以通往别的文化、别的领域，就是当初也是保罗在做的。来，我们在第十一节看，他在照顾那些神托付给他的人，他照顾，好像是保姆一样。他是保护和照顾那些神托付给他的，所以他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他有，因为很多人支持他，支持他不是因为他是有钱，政治人家的有钱，不是政治家的有钱人，不是。更多的人相信他，神的恩赐就会越大。神的恩赐呢？是因为神给你的信任。比如说我有比较大的责任，当然神会给我更大的恩赐，让我可以做我该做的事情。如果神给我的责任比较小，那个恩赐也是比较小。如果神的恩赐越来越大，是跟我们的责任有关系的。我们相信的人，相信我们的人越多，那我们的恩赐也是越多。保罗真的很照顾那些人，所以这些人也是很信任他的。保罗知道那些人是个关键，那些人是钥匙，来打开神的计划。在保罗生命里，那些有神计划的人，不是在说他是在偏袒谁，或者，可是保罗真的知道到底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在我的生命里是谁。不是每个人，不是每个人是提摩太，不是每个人是亚波罗的。不是每个人在他的生命里是在同类的，他对每一个人做的是很恰当的事。如果我们对长辈说话，跟同辈说话是一样的方式，那就很糟糕，对不对？可是保罗呢，他是很诚恳的去照顾那些神托付给他的人，好像提摩太，所以他对说你不要轻看自己，然后他也是很照顾那些那些以弗所的人，你不要让他惧怕哦。他也没有在背后，在格林多的人那边说，那个提摩太呢，他是很怕的人，什么都是很自卑的人。他说话，他没有很啰嗦的说话，他没有说的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他只是说你不要让他惧怕，他是神的仆人。可是他向这个提摩太说，他说，保罗向提摩太说，你不要轻看自己，你要勇敢，你要有自信。保罗非常在乎格林多的人，也是在乎提摩太，他们想要两方面都是得到了属神的恩赐。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个保罗，就是照顾那些神托付给我们的人，而且你要认得那些关键的神在他们生命里的使命是什么，你要知道他的这个。第十二节，至于亚波罗弟兄，我
曾再三劝他要和弟兄们一同到你们那里去，但他不愿意，现在就去，机会到了他是会去了。亚波罗呢，其实跟保罗是不同等的，他是亚基拉的一些门徒，如果可以说是在属灵方面，亚波罗就是保罗的徒孙吧。可是这个人保罗是真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他有自己的服事，自己的事工。可是保罗呢，从来没有随便的命令，他说话的是非常很尊敬亚波罗弟兄，其实他是徒孙嘛。他说，至于亚波罗弟兄，我曾再三劝他，他是在劝人，不是在命令，劝他和其他弟兄一同到你们那里。所以其实他们不想来到格林多，所以呢，弟兄姐妹，就是有一天他会来的。如果你们要做一个伟大的人，不要随便去下命令的，不要成为那样的人，因为那样的人别人呢会逼迫，好像感觉被逼的跟着他，没有人会对他忠心，是跟同事或者同辈是忠心，或者是跟下级上级的，这个人完全不会引起了忠心的人。如果只有一个人独挡一面的话，那我们就没办法去做伟大的事，组成一群人一组呢，不是为了只是建造一个信任，可是我们首先要先爱他。我们要，当我们去爱的时候，他们会被建造，他们会被改变，他们可以感受到你属灵的果子，是圣洁的果子，他们会回来的。如果在商业企业的领域，他们会回来的顾客。你要记得，恩赐呢会增加你权力、全能。所以，如果更多的人信任你，那神的恩赐也是越大。你需要别人，别人也需要你。我们互相，需要彼此。我们不要随便去命令别人，那样的人不会做伟大的人。不管是他的恩高很大，不管如果他可以让一个人复活，只有一个人能够复活，只有一个，不会有人跟随他直到他的死去，不管他的权力有多大。因为一个伟大的人是要跟别人一起做伟大的事情，是要从你自己要充满的爱心。第三节，全面和问安，你们要警醒，要在信仰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我再跟你们说一下，要警醒，就在信仰上站立得住，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你就是要成为大丈夫。保罗说，刚才说他是以心来跟与人交际的，可是他在说一个勇气、勇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帮助你，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勇气，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你。有人你焦虑，给他辅导，他我没办法，我没办法，我会死的，我会死的，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我，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助他。一个人最坏的事情发生在一个人，如果他失去了他的勇气。所以
神保罗说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他在说这个生命是充满了，是属神属神的战争，我们一定要往前走。如果一个悲观的，如果失去了勇气的人，一个勇气的人他肯定是悲观，我不会成功，我不会这个，我不会那个。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让你走出来，能够让你拉出来，甚至让你从这个失败的一个心态走出去，没有任何人能够安慰你，连神跟你说话你也不会相信。想一想，你要记得这些日子不要失去你的勇气。最后一个第十四节，你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凭爱心去做。最后的标准就是爱。你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凭爱心去做。保罗在说，勇气是天国文化的，可是还是要有爱。爱的人肯定会得到爱。如果去爱的人，他可以得到很多爱。为什么保罗得到更多的信任呢？因为以弗所，他很爱以弗所的人，很多小组在以弗所开始被成立了。在推拉奴的学院就被开了。你越去爱，你的机会就越多，你可以做更大伟大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所以 从来不要去想要达到一个伟大的事情，可是你要达到你的生命是在神里面成为一个伟大的生命。阿们。神，你何其伟大，超过一切天上的一切。神，你何其伟大，超过所有的一切。神，你何其伟大，我必能做得到。我必能做到一切的事，按照你的计划，按照你的旨意。神，因为你何其伟大，你何其伟大，超过一切。神，你何其伟大，超过所有的一切。神，你何其伟大，我必能做到。我能做到一切，按照你的旨意，因为你何其伟大，所以我能做到一切的计划。来，我们要做个大丈夫，像神一样，因为神你何其伟大，我能做到，我能做一切之事，按照你的旨意，我能做到一切之事，因为你何其伟大。
按照你的计划，你要这样说，按照你的计划，我能做到一切之事。一切的事按照你的旨意，我能承担一切之事。来，我们打开我们的双手，我相信神会打开很多的机会给我们的。神为我们打开很多重要及伟大的事，在未来的日子神会打开。来，我们要相信，凭着信心去相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来，我们会友们一起祷告，大家都要祷告，大家都要祷告，相信就有全能，有神的能力，为你的家庭，为你的职业，为你的未来，为你的服事，也为了你生命的见证，神在正在打开很多机会，让你可以做何其重要、极其重要、伟大之事。来，我们要求神的国降临，他的旨意行在地上。来，求告神给你预言，为什么你就住在这个城市，住在这个国家？为什么你活在这个时代？为什么如今你就在此地？有很多机会神正在赐给我们，不要看缺乏的，有很多机会，你要看机会，要看这个潜力力。阿利路亚。来，我们把手伸出来，把所有忧虑奉主耶稣的名挪去，赐给一个信心，让眼睛能够看到神所开的路，让那些卡住的，让那些不景气的，或者那些贷款没办法没办法付的款，有一些是可以被付清的。奉主耶稣的名，那些要自杀的，神不要让他们。有的人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那样，为什么这些会发生？我祷告就是神救他，救他，让他不要跳楼，不要让他自杀，不要让他伤着自己。神奉主耶稣的名把所有的诅咒给打断，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神，感谢主耶稣，开始结果子，你的会我们开始结果子。在以弗所有很多很多机会，有很多伟大重要之事发生，赐给他们一个目标，一个标杆人生。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我为所有会友们祷告，但你他们听这个话语的人，给他们一个理由，为什么他们住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为什么在这个国家？奉主耶稣的名，让他们成为活着的见证人。感谢主，哈利路亚。被神祝福的人，来，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来，我们领受祝福，从神而来的祝福，从耶稣基督和圣灵的祝福，从今天开始带领一个属神的目的，圣灵会告诉你有一个更高的生活的目的。感谢神恩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会看到机会，让我们可以做极其重要伟大的事。感谢主，耶稣爱会友们，哈利路亚，阿们。神祝福你们。
hingga di hadirat-Mu.